刚好，我觉得这个阵容是可以，而且我已经摸透那个阿木的防守。好，好聪明。对。被干扰吧，呵呵。我的玛尼三十块。我觉得你还是拿高沙好像板比较稳。你说我吗？对啊。啊，我知道你拿高沙，我拿小田。不用啦，拿内藤啊，比较好守。小田的手，小田的板比较屌啊。小田啊，现在小田 T 零哎。现在小田的板很屌。今天很热闹吗？真的吗？开心就好。我跟你讲，高沙，你根本就不是高沙，小田、啊。他怎样？小田根本不用出来守古川啊！古川整个站在三分线，你干嘛守他？对，我现在在想，我小田要带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学慢一点、啊，你要让我看一下潜能啊！他如果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敢那个冲刺封盖摇摆人冲向篮板，好。他如果敢，长谷他如果敢在那个位置投，我就盖他就好了。啊，算了，我带樱木前的。好，换你了。我觉得进阶跟集训的角色应该可以分开选。哎、欸，又真的是还是同一队，奇怪。跟你讲，现在是没人了没有？我现在要给那个卡卡罗特一点教训。卡卡罗特。啊，我们刚刚的板要是多抢一颗，基本上应该就是赢了啦。布拉利。公很小，你现在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。刚一定是我的问题，我刚刚拖太久了，我的错。哼，我刚刚先开。南希啊，老板没板，你不用跟着古川啦、啊，不用跟着古川啦、啊，你进去啦。古川在三分线。有了啦。哦，我知道在背在你屁股后面，当屁股后面来的。对啊，算我挡了个空气。有啊，你有挡到人啊，你有挡到什么人？哦。报仇时刻啊！你们看，他自然而然会走进来，干嘛啦？想偷跑？我跟你讲，报仇时刻。左边。报仇时刻。这个档。我已经摸透这阿莫尿性，太虚。尿性什么？卡卡罗特，再来啊！卡卡罗特。我是贝吉塔。嚣张啊，卡卡罗特。哎、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贝吉塔，好准哦 ，Super 贝吉塔，不要，小田进去，古川在上面，你不用理他了，哎、欸，这就我错，喂，百年难得一见，老天也在帮我们啊，阿酷啊，我觉得他顶头哎、欸。不要，我盖掉，来来来，完了，哎、欸、喂，老天爷真的在帮啊！好，算了，我站篮下，我不想理古川了，我站篮下。好，盖掉。注意啦，把我会很会剪吧，有没有？没救，没救，没救，注意啦。哎、欸，我剪到了、欸，我剪到剪。啪叽，巨。哦。什么垃圾 bug 板啦？用剪的。好好笑，真的吗？干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球我错、欸，他没进，他好衰、欸，好吧，超啊，超球 g a 啊，没进哦。哎呦，这个弹射不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瞬间少一个人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一个人呢、欸。啊！跟到。干，我该宕机耶！我有到。球不见了。我有到。我该宕机了。哦。我回来就抢一个篮板。我还是有贡献，好衰啊！老板，有人好衰，我有大，有人好衰啊！有老板球不见了，老板，我想给你啊，但没办法。哦，老板好衰啊！老板有人好衰，有人秒起来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超秒的，有，没进，你不想给我，我知道你不想给我，我会给你啦。你唬我、啊？真的啦？我不信啊！老板，有人要帝王啦！哎呀。想帝王要地分的啦！耶、yeah, ，跟到老板有了一只都不，小天给你讲，直接开，妹，老板还是没气，是比零是什么鬼啦？老板，老板不让他们得分啊？不可能啦，他们随便顶都至少要进一颗吧？
老板，老板，你跟着我来半场，这么小了，老板，老板被骗了，老板，老板来盖我啊！17:0是什么鬼啦？中间我还断线。耶、yeah ！谁啦？哇！啊不是，他、啊、不是跟我说不用跟，不用，啊不是跟我说不用跟古川、啊。不是啊，古川在里面，你当然要跟他、啊、兄弟。哼、嗯，还想甩锅给我？我挡住了，挡住了。老板，别急。老板，把球拿下来。去，你走，给我。没进。喂，这吸不到哎、欸！天啊，我小停板好烂。看小爱，跑、啊！老板，来，我帮你抢。石油，石油，进啦！哎呦，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们20:2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让我投球。好笑。老板，喂，丢大招犯规。没进啊！哇，吸不到，没加速，我的锅。想换我不给。哎、欸，他终于进了。他终于进了，吸了很多球、欸。对啊，他刚刚不知道投了不知道几条去了。耶、yeah ！我就把他撞倒哎、欸，我很针对他哈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自由岩杆，阿神篮板。不要，我是板。老板。你哦。老板哦。啊、好扯哦，杀人间羞辱啊！对啊，看，看我好坏哦。看不是啊，我小田带秘密武器跟多点欢呼，我都快两个大了。不要、哦。不是啊，我没有小田能扶稳啊，我是带长把木扶稳。我就跟你讲，我的阿神强的不是进攻，是防守。好哦。国王啊。好哦。欸、我最多哎、欸，同学。什么？嗯，老师加把劲、哦。我断线嘛，我中间断线，我断线。我想说，我给你抢个单颗。我想说，古川明明就站在里面，怎么会守到他妈人不见？我断线啊！干这个守防守呗，是直接放弃，站在后场不给晃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断线断线，好不好？是，你看我一下就破解他们的、這個。你到底要回来没啊，陈浩？他们太虚。他在弄影片。哦。不是嘛？我刚才断。